现在喝的是来自彩色果的鲜奶茶，老板说他的红茶是来自很高级的斯里兰卡红茶，还有来自出入非常现榨很浓厚的牛奶。我这么远都可以闻到它的牛奶味，知道吗？很香醇。这会让人想要一喝再喝，那个牛奶味直接轰到我整个脑袋，都是很多的牛挤在我的脑袋里面冲来冲去，还有那个红茶味很回甘，真的，我真的会想要一喝再喝，非常的划算，这一杯只要40块，而且又这么大一杯，真的会饱。等一下呢，还有很大很大碗的饭，真的是非常的浓厚香醇。我们等了很久的里脊猪排饭终于来了，看这个猪排，老板的粉滚得多均匀。听说它是来自日本的松阪猪，就是老板刚刚偷偷告诉我，每个客人都必推荐它。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它到底有多 Q 弹。然后我们来看看这边的饭，这个米油亮亮的，先试吃一口。很有水分，它充满了肉燥的香气。好吃，真的一定要来吃。这个竹笋，有点辣辣的，真的有点辣辣的，不敢吃辣的，不要吃竹笋会辣到。可是它不是辣嘴巴，是辣喉咙，所以你要喜欢吃辣的可以试试看，再吃一点。老板还附赠我们一个地瓜，听说这是他们家后院自己种的哦，感觉就是很肥美。满满的地瓜味，超级推荐。我们现在来试试看主菜，一看就知道一定非常好吃。那个猪排哈，在我嘴巴里面噗滋噗滋的跳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有生命力一样，超弹牙，超好吃，真的。果然是顾客推荐的，果然没有点错。非常香醇可口，下次来彩色果一定要点猪排，里脊猪排饭。最后，我们来看这个老板手工现做的丸子，不知道里面包什么，很期待。嗯，它就是丸子，可是没有一般外面的丸子的那种机器加工的感觉，真的是手工现做，很软嫩，很好吃。你们下次来一定要点这个里脊猪排饭。是夜市最有名的正气豆花，听说他之前还有在学校开店，
然后现在因为生意太好，所以来夜市卖。吃一口它的豆花，好硬。很绵密，整个都散发的那种甜甜的味道，口齿留香。你看看那个豆花，这个颜色多漂亮啊！热乎。一定要来正气豆花，来月子一定要吃，真的，一定，我会见，不后悔。拜拜。